손을 벗을게. 맞나? 머리야, 머리. 应该在一九九四年的五月一号，有一个女员工蒋先生生日快乐。因为这句话，我会一直记住这个女人。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的话，我希望这段罐头不会过期。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，我希望它是一万年。 There must be a change somehow.